家呢面前有三根绳子，每个队伍代表各自选一个线头，站定后听我口令开始配对儿。红绳连接在一起的两支队伍将进行比拼，看缘分的时候到了。好，现在开始。来，转转转转转，走起来！走起来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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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部，南部。哎，不错，南美不错哟。啊，我们两队可以。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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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跟海外。完了。为什么？完了。怎么了？不要，那个不算，那个不算。桂花瓣一片一片飘飘。看看海卫队，去年太吓人了。海外队去年赢了吗？去年三项，三二一，一二三。海外队去年几个人？没有，去年更多。哎，怎么远哥在海外队啊？大家打扰一下，我来解释一下。因为海外队呢缺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，然后在我们抽签之前呢，向我们中部借了我和美琪来帮助他们。美琪，你愿不愿意来帮我们拔河？我们这边只有八个人。我们还是挺愿意，就是接受这个邀请的。谢谢。但是没有想到抽签结果是我们两队一起来 battle， 但是我们还是基于之前我们的这个就是邀请的原则，我跟美琪还是帮助海外队，但同样我们也会用尽全力，这样也是对我们彼此的尊重。大家理解吗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对不起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好感动，我要。